随便压开锅的。上面不知道我的电话，是他主动联络我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大卫，
台湾搬砖头还是土水泥耶，这么厉害、啊。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是找错工作了。来来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继续继续。Action。单子连我这个多一千分的高手都没有看出来，各位观众，你们。
三系肺病。没想到居然是什么是火山系肺病啊？记得这是一种行为罕见，而且只发生在特定族群的一种疾病。奶奶，难不成我们是？没错，小红帽，我们就是传说中的火焰族。
没错，我们就是穿梭在聚光灯下的闪电小猪，闪电。既然我们已经被你发现了，那就我们闪亮的歌声现场开始演唱。继续的。